在青春有你二累积许多表演舞台的经验，面对初次光临的炫，婉瑜也特别准备了一项考验，让炫跟着清理每一次舞台不同概念的曲风，随着音乐立马反应，迅速变换 pose 摆拍。你可以，你 OK 吗？你 OK 吗？我希望我不会看起来很慌乱。好，好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我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开始哦。好。开创新时代 Cause I'm a bad girl很从容哎，对啊，所以你对这些歌曲其实都还记忆犹新，对不对？包含连最一开始的你们出评级的那个歌曲，你都还是出舞台，那当然那是我写的哎，你自己作词的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就是想要跟你学习的点，虽然说我们也不知道学这个要干嘛，就是因为其实你们每一次那个歌曲的 ending 都要定在那边，让那个摄影老师拍到你们那个 ending 的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什么关键？刚开始因为那个灯会一个一个这样闪嘛。然后我一开始我会想说，哦，第几个是我这样，然后到后来我就是我很害怕抓不到，所以每一次灯亮我就做一次，每一次灯亮我就做一次，就每一台灯亮你就看它。你有算过最多做过几次吗？最多、哦，对，印象会不会是主题曲？主题曲都不会亮啦，怎么做不完？而且那么多人，有没有？最多次的，真的最多次的是最后一次的舞台，就是 a little bit。哦。因为十个人呢、啊，然后灯就要亮十次啊，然后我就做了十次啊。哇塞！那不会很喘吗？如果很喘的话，怎么办？这样比较有女团的感觉。哦。很卖力的那跳啊。没有啊，真的很用力在跳。像我现在经验还比较不足，所以我会这样子做啦，但可能之后我多练习，然后就可以哦，那一台机器，然后它亮，它就是我的。努力不懈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练习，透过青春有你二的舞台，让更多人看见炫的魅力。望着你了